会应该接早阿公阿妈透过脚手调整血道，促进身体血液循环。其中两位百岁人士嘛真厉害，三星龙不方便，不过则是踊跃上台表演。来自中寮乡的阿公阿妈，其实从平常时伫山顶工作进行，变成舞蹈来表现，用广播的方式来庆祝丰收，风景是都拢穿淳朴一面。欢喜不？要爱就欢喜不？哦，欢喜啊！啊，你运动啊，吼！对啦，运动啊！啊，大家摆来运动安尼啊，吼！啊，表演咯，大家看，你感觉安那？啊，运动了啦！哎，真正足水哦！哪会的啊？无啦！啊啊，你上台表演啦，吼！感觉安那？哎呦，真亲切啊！啊，注意就好啦。参加决赛十五个队伍，经过几啊个月努力练习，并且在河镇甲稻谷顶头来做变化，配合社区产业，也就是民族技艺特色来表现，希望吸引评审的注意，争取参加全国比赛的机会。你几岁？九十三。啊，你来阮来嘉禾社区来甲大家跳舞，有欢喜无？有啊，真欢喜，真欢喜哈。出席的长辈越来越多，像今年度整个初赛的过程中，我们就有将近2800位的长者出席，比去年增加了将近800位。好，那更有特色的地方是说，我们比较年纪比较大的男性的长辈也很踊跃的来出席我们这样的活动，那整个成长比例也多了2%。到老人福利基金会跟南大馆政府合作，举办安尼阿公阿妈健康活动，除了让参会的时代人透过练习促进身心的健康以外，也可以找到生命的价值跟活力。记者林雨欣采访报道。